角球。角球是重新开始比赛的方法，却是改变战局的关键之一。当整个球超过球门线，而且是由防守球员最后碰球，就有进攻球员在角球区发角球。进攻球员可以在角球区以高难度的技巧直接将球踢进对方球门。或者是将球踢往球门区，由队友接应进攻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